numbers as this coronavirus spreads. More than 160,000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us sommes en guerre. Tokyo Olympics, Paralympics. 世界安静了许多。时间和病毒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公平的。但面对的方法可以不同。我是疾病管制署检疫人员。中国大陆武汉地区发生肺炎疫情，且目前是肺炎流感好发的季节。为了关心您的健康，依据传染病。悲伤的过去，让我们确实打好基础。重新认识自己的渺小，使我们看得更远。手指交错，搓一搓。在有限资源里，不停寻找平衡。pakai masker di ruang tertutup ya mbak。人多的地方我们尽量少去。kurangi ke tempat yang ramai。我每天都会定期更新，把最新最完整的资料跟各位来做报告。还是一个确诊的个案。比起欺骗自己，诚实的人更勇敢。要等你回来吃吗？没有啦，你们先吃吧。限制出口，国人要用口罩，有口罩足够，自救才能救人。压缩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守护他人的生命。在自由里拿捏距离，在自律中表现尊重。谢谢。但是可以制定最低限度的规则，来确保正常运作，公平守护你我。找个朋友不行吗？找个朋友就不要见面。规律的节奏里，藏着使命的心跳节拍。因为在乎彼此，才用责任隐藏自己的面孔。新的外表使我们更一致，更容易体察你的善意。每一句祝你平安健康的背后，总有太多人日以继夜的付出，太多人的守候。在不曾被看见的地方，默默地尽一份力，然后一起面对恐惧，又再拿出更多勇气，把大家的本领凝聚在一起，把没人做过的事变成可能，想方设法，再怎么艰辛，也要把你接回家，赤裸展现弱小，坦然接受帮助，再尽可能去帮助别人，摒弃成见，合作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戴上荣耀的妆容，站上前线，毫不犹豫。不论你身在何处，总能把心意送到。多一些忍耐，就多一份温暖。一边挑战，一边改进，才会期待明天。回到家里，被关爱包覆，坚定下次出发的脚步。疫情再次诠释了距离，虽然身体远了，心却更靠近。追求健康的路上，没有人应该被落下。觉得自己孤立无援的时候，更能听见你无声的加油。团结是守护世界的唯一方法。强化台美智商与合作的机制。我们愿意在口罩、药物、技术这三项的项目对国际社会提供协助。我们将捐赠1000万片的口罩，支援疫情严重的国家的医疗人员。But we're going to follow pretty closely the Taiwanese model. There are countries like Taiwan who are exemplary. Taiwan is a very good example. Taiwan's role as an observer in world health.
assembly meetings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In 2003, Taiwan faced the SARS alone. This time, Taiwan chooses to stand with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coronavirus pandemic. No one can isolate a friend who truly wants to help. As we seek to achieve health for all,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